支持者挥旗欢呼，争相抢握手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大进场，到新北土城拉台立委吴其明选情，现场涌进6000人来力挺。伊是一个建设的立法委员呐，争取建设的好立委。吴其明交朋友，无分阶层呐。服务无分党派，推动 AI 科学研究，让咱土城会当咱的子弟，唔免走到新竹科学园区，唔免走到内湖的科学园区，让伊就近就会当来就业。一二十三，洪博纳。一二十三，洪博纳。赖清德当选。打出政绩牌，毕竟吴其明的对手国民党林金杰实力不容小觑。府院党近期频频下乡助攻，绿营大咖全都出马。树林万大县，伊联合着隔壁树拿，咱的杨哥新增的苏巧慧，佮新增的吴秉睿。国会过半，让赖清德好做事。土城建设有保证，予咱的台湾安全有保证。赖清德行程满档，一个上午连续辅选吴其明、苏巧慧，民进党现阶段冲国会席次。新北市现有选区除了吴征、赖品妤激战外，其他选情稳定。绿营喊出坐八、望九、拼十，力求突破，希望守住国会过半。三十网上一热播 AC 教主新北报道。